哎呀，我心里边绝望了，我很难受啊，我很自责，我好难受，难受，难受。突然，你可能念叨念叨念叨，突然觉得哪儿难受啊？自己找不到地方是吧？没处解脱了是吧？所以你不用挣扎，你先承认自己就是难受。哎呀，我好像真的很难受，我好像很想怎么样，但是究竟想怎么样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难受了。然后脑子里。其实难受的是你那个知戒啊，你不认，是不是？你要得到这个杯子，那就想得到嘛，你就认了吧。我就想要那个杯子，但那个杯子就不是我的，它就是那个商场摆的。然后我就想那个杯子，但我也没有钱，我买不起那个杯子，因为条件不具足嘛，那不是我的。其实想着也没用，我为什么因为这个事而痛苦呢？因为你想，它不是你的，你想有啥用呢？你只是。而我身边是有其他，我可以用这个碗代替嘛，喝水也是可以的嘛，就不执着这个杯子有什么好呢？你一定想要这个杯子，一定是你觉得这个杯子比这个碗要好一百倍，那它到底哪儿好呀？它就是个红色的吗？啊，那就比这个白色的碗好看吗？到底是好看还是好用还是怎么样呢？那到底我为什么要呢？这个执着，我为什么找？我找这就是佛学院找相的。我为什么要？我为什么为什么要钻这个牛角尖？是不是？啊，甚至说我就钻，我今天又钻牛角尖了。我就是苦啊苦啊，你就苦呗，怕啥？坐在那苦啊苦啊，念着坐在那念上一万声苦，我看他苦到哪去，就把他当中念。你就认了他，就苦苦众生苦啊，心念我苦，善笑苦，我好苦啊，善笑好苦啊，众生好苦啊，你也苦，我也苦，他也苦，你就这么念，然后就这一溜念下去，你念上三天三夜试试，就念苦，你不是苦吗？我看你能钻多少多深多深的牛角尖。苦啊苦啊苦啊，就是苦啊苦啊苦啊，我念一万声两万声三万声，我看你苦不苦。然后懵了，苦也不知道啥叫苦，苦啊，真的苦，反正有的是时间你就念叨吧。然后就苦啊苦啊苦啊，无等等咒，无上咒，无等等咒，苦啊苦啊，无上咒，无等等咒。甚至你说我不解脱了，我就这样苦了，我苦啊苦啊苦啊，就这么苦吗？继续。然后就说苦啊，一点两点三点苦，四点苦，五点苦，无量无边苦，就这么念叨着，要把苦念成咒。不苦的时候不用念，苦的时候就念，苦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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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好苦啊，好辛苦啊，好苦啊好苦啊，就这样念。然后就是苦啊，哪儿也苦啊，不自在啊。如果没办法保持，就不要去体验。比如吸毒，你保持不了这个时间，你很快就毒瘾犯了，那就算了，就不要体验。有些体验你可以去保持这个时间，你就去体验，无所谓啊。你多体验一下，多帮到一个众生嘛。但有些是容易上瘾的，你自己进去了，你很苦，你自己出不来了，你也被溺水了，卷在里边了，那就不要体验罢了。你没那种真的是金刚钻，就不要揽那个瓷器活儿，你就别躲着，别进去嘛。你进去了，自己又苦不堪言，是不是？你又没定力，自己又没有解脱的能力，然后进去就迷失，正知界保持不住了，就算了。法门什么，依靠一些法门自己去做嘛，很多人。但是不要较真，其实他这个也是，就不要。这个比你说吃什么不吃什么这些更重要。你心打开了，能量才充盈，然后呢，你就抵抗力、免疫什么都很好，就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的。就是情感也罢，爱也罢，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人善笑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快乐的爱着、快乐的去体验着情感，然后走向解脱的，没有一个。人道的众生总是在情感上受创了或者受伤害了，他才挣扎，然后才要解脱。如果你很惬意，什么都有，要什么得什么，就像那种，你看上谁了，你就谁就过来了啊！要风得风，要雨得，这种人解脱不了，我告诉你。
他只会享受其中。只有苦才能挣扎，才能解脱。所有的晴天的众生啊，有情众生都是这样，很多解脱走向大善道解脱的，在尤其现代众生，那古佛陀时代，很多人离弃去，直接就搞定了。我就脱离这个世界，我就直接就批的就，但是走大乘道的哪个菩萨哪个众生不是把苦念成无等等走的，念着苦走下的，走出来的，啊，哭着鼻子念着苦走出来的，所以念着苦把苦念成无上走无等等走，然后苦从苦里边解脱出来。最重要是有时候走不走了。觉得苦的时候流着泪继续走，继续利益众生，继续不要失望，对众生不要失去那份爱，那爱心啊。你还要你自己很苦的时候你还要帮助别人，就是说你觉得他更可怜，因为他连无德德咒也不会念，知道吧，他更可怜，你就不失那份心啊。也许你帮不到啥，真的你帮，但是那份心要升起来，就是转移你的东西到众生那里就行了，不要只看着自己的角色，每天皱着头就是，哎呀，我苦，你就想想众生的苦，哎呀，我苦算什么？先放下了，我苦就苦吧，死就死了，就为众生做点事吧，哪怕做不了太多，擦擦桌子，扫扫地，我不要，我，因为你的念头全在自我的角色上，知道吧？就是。有一个心其实很重要的，就是其实我不是说让你去擦桌子的，我就是说那个转移那个，你就没那么辛苦，否则就很辛苦的，知道吗？但是你也知道有时候擦着桌子也苦，扫着地也苦，它并不是你累，但是你要忘不掉啊，你擦桌子也忘不掉啊，扫厕所也忘不掉啊，怎么也忘不掉，它那种东西就要住在你心里了，只钻了牛角尖嘛，它就住在那儿了。深呼吸，等着它有一天消失，认了它，就在那儿，那个东西就在那儿。明知道它是虚幻的，但自己的头就是转不过来。明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，明知道什么东西就是一个观念了，但它就转不过来。那时候就是有个苦，就是我们没有那种智慧跟那种力量去扭转自己的这种直接的。它等于是转虚空的，你知道吧，它是个虚幻的，它你要转过来，它就把虚空再翻个课，你说转个什么，你下不了，你怎么个是下手法，你没办法转嘛，念头就像虚空一样，粉碎虚空很难的，只能是慢慢等待，不停的修，不停的利益别人，不停的修，然后保持一个善良的善心，善良的愿望，然后不伤害别人，哎，不要把自己，在这个过程中多忏悔，多去体验到别人的苦，多去体验到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他们也在为情感受苦。你不管你做不做，你要体谅到，不要只想着你的苦。帮助有时候帮助别人解脱，也是自己解脱。